我回来了，。给我的沈先生，是官大娘介绍的。天气燥热，少不得会受蚊虫所扰，在下这儿有一些香草，正好送给阿木姑娘驱虫吧。不用了，别人给你，你就拿着嘛，这也是沈先生的一份心意。 那多谢沈先生。阿莫姑娘不用客气，在下不懂针线，这香草再放几日便会风干的。如果能将香草缝制于香囊之中，便可度过盛夏。不知阿莫姑娘是否会女工呢？可否帮在下缝制一支香囊呢？我不会。对不起，我女工。 极差，也不喜欢针线。沈先生若需要，不妨去镇上看看。是，有卖的，有卖的。你去相亲了？算是吧。你上次不是说你不想去相亲吗？我也不想去，是关大娘把我骗过去的。那个沈先生是什么人啊？做什么的？家是哪的？ 你知道吗？草草见一面，怎么了解啊？他是教书的先生，其他就不知道了。不知道可不行，毕竟这是终身大事，得仔细斟酌。好，我去准备饭。 阿莫，你对沈先生印象如何？大娘，还是算了吧。算了？哎，人都见了，为什么算了？我呀，当初和你大叔连面都没见过就成亲了。再说了，你们俩双亲都不在，要不然连你们自个儿做主的份儿都没有。如今呢，也见了面了，成与不成，还得赶紧决定下来。 我可是听说了，不少媒婆啊，三五不时的经常往私塾跑呢。啊，大娘，我真是……修大哥，阿莫，你怎么来了？下雨了，我来接你。你眼睛不便，还到处乱跑，万一……这不都好了吗？可以走了吗？ 大娘，我们先……啊，你们赶紧回去吧！啊，走吧。谢谢，关大娘。哎呀，你还认识我呀？常听阿莫说起你，在铺子里面多亏了大娘的照顾，在下代阿莫谢过了。哎，不客气，阿莫太招人喜欢了。哎，你们赶紧回去吧，走吧。大娘，先走了。哎，慢点啊。抬脚。 哎呀，这修大哥虽然眼睛不好，但是真是一表人才呀。嗯，怎么了，阿木？有个盒子。盒子？ 花间问书，沈培书。
小白，乖，别怕。阿莫，修大哥，我是不是吵醒你了？啊，没有。你在做什么？我看书，蜡烛灭了，我来找火石。这么晚了，别看了，对眼睛不好。明天再看吧。好，那修大哥。也早点歇息。哎，阿莫，你回房吧，早点休息。好。袁童，求见天雷真君。真君，酒神好像回到了从极院，袁童说的可是真的？是不是真的，一查便知。可是真君，你亲自下令封闭锁妖塔，我们进不去，如何查看神农鼎的真伪？哼，进不去就想办法。神农鼎乃六界之宝，是锁妖塔镇塔之物，那么锁妖塔一旦出事，势必会天下大乱。本座身为天宫上神，绝对不允许出任何事情。本座要亲自去查一查。玉不琢，玉不琢，不成器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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人不学，人不学，不知义，不知义，为人子，为人子，方少时，方少时。今日大家表现不错，就到这儿吧。谢谢先生。走吧，回家吧。走喽。请问是沈培书沈先生吗？正是。这位是？在下姓修，是林默的兄长。哦，公子请用茶。谢谢。在下有些疑问，这阿莫姑娘姓林，公子却姓修，
莫非你们是表亲？并不是，这中间有些复杂。不过沈先生只要知道我和阿莫不是兄妹，胜似兄妹，便好。原来是这样。方才先生未下课的时候，我在门外听了一会儿，知道先生熟读经史子集，颇有文采。但是，怎么？不知先生为何不去考取功名，反而在此教书呢？在下寄情山水，并不想追求功名利禄。是寄情于山水，还是屡试不中呢？我，功名之事，一次不中便考取第二次，二次不中便备考第三次，怎么能因短时的失利，便弃家人的付出于不顾，贪图娇妻美眷，闲适生活了呢？这是我的事。这的确是你的事，只是因为你和阿莫相识，我为人兄长的，都要了解。那修公子的意思是？我的意思是，沈公子如今不适宜谈婚论嫁。之前就听关大娘提起过，这阿莫姑娘有一位对她甚是关照的兄长，今日一见果然很照顾呢。公子今日来此的目的我听懂了，关公子的谈吐并非是寻常之人，在下只不过是一介书生，并不敢与皎月争辉，若公子真的喜欢阿莫姑娘，为何不去亲口告诉她呢？